下面请您欣赏情义谱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哎呦嚯，可了不得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这花都快把于老师挡上了啊，谢谢吧。刚才是烧饼和曹鹤阳，这个烧饼从小就这么大的孩子，打东北到北京来，父母带着他找我学相声。是为什么叫烧饼呢？你小的时候小圆脸，长一脸雀斑，我说这孩子长得跟烧饼似的啊，打那起就落这么一小外号，是谁看谁觉得很亲切很妥帖，于是叫烧饼。其实在我徒弟里边呢也排着字儿，大伙儿都知道我徒弟有云字的、鹤字的啊，他的艺名叫朱云峰，对，本名叫朱剑峰啊，朱剑了都疯，你琢磨你活了活不了啊。那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嗯，又到我们两个人了，又来了。刚才在后台特别的感慨，嗯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我们也都这岁数了啊，这都是濒临灭亡了，这都谁呀、啊？我怎么就濒临灭亡了？我可希望您千千万万别死。谢谢您吧，真的啊，嗯，好好的多活些年，哎，好好给大伙儿说相声，应该的。您要说两句话，有个三长两短，就把我坑了啊啊，没了一个好老师。哎呦，您客气，真的啊，跟您没法比。怎么呢？说一句俗话，我要跟您比，嗯，就好比是王先生和玉先生比。这话怎么讲？我比您差一点儿。你瞧这个比喻，这是老话，别这么说啊！我要跟您比 啊, 啊，我好比马先生跟冯先生比，这是我差两点。那我跟您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，差三点。我跟您，我就是能先生碰上熊先生，这是差四点。我跟您比，我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了。这怎么意思？差五点。我跟您比，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。我这是就数不过来多少点了。我跟您比，就是王先生碰见王麻子带着汪太太和熊太太啊，后边跟俩孩子，一叫天牌，一叫九饼。嚯，一个一脸雀斑，一个出疹子啊，一个包石榴，一个吃的芝麻烧饼，后边还跟着一斑点狗，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。嚯，好家伙，这是多少了？这太数不过来了，这个。哎，愿意跟您在一起，谢谢您。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这话怎么讲？这是老话。嗯、鸟随鸾凤飞腾远。嗯，天下有很多的鸟。哦，民间传说，百鸟都要去西天参拜如来佛，去朝圣。您好比就是一只凤凰。呵，还凤凰？二八加重啊，自行车。怎么还二八加重？我也不知怎么形容。百鸟之王凤凰。啊、对。你要想去参拜如来，想去西天很方便，咋翅膀打开了几丈长，哦，哭嚓哭嚓你就上西天了。哎，我是拉稀拉死的，这是不是，我不会形容了，没有这声，说这个意思。嗯，我跟您比不了。您呢？我是一只小麻雀。哦，小鸟翅膀打开了就这么大。哦，我要想上如来那儿去，这得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太难了，就得沾您点光。怎么沾光？站在您的后背上。嗯，你打开翅膀。哦，我站你背上，我也打开翅膀。嗯，泰坦尼克号嘛，这不是？咱俩人就上西天了。哎，对，船就沉了。就跟您一块儿去参拜佛祖。哦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人一定要找贤良的人作为伙伴。哦，为什么和您在一起？您看，您就是贤良。您过奖。贤妻良母。啊，我能是贤妻良母？您是好样的。您捧了。真正交朋友可有讲究。是吗？哎，讲究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哦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哟，您得细讲一讲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可以。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这句是说两个人交朋友，但两个人的身份很悬殊。哦，一个很高贵，一个很卑微。嗯，比如说咱们两个人。嗯，您很高贵。是。我非常的卑微。不一样。您高的不能再高了。怎么高啊？您在33层天上头凌霄宝殿的尖儿上扶着避雷针站着。
我这找雷劈呢，我这。我在十八层地狱的下边啊，阴曹地府的底下有一个煤窑，我在煤窑里边挖下水道。好家伙，不能再低了，不能再高，不能再低。嗯，这是一个形容词，就这么比喻啊。好比说我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，哦、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嗯、自己没有能耐、哦，身体又不好，有心死，但是家里边这么些人了，我还得出去挣钱给他们去奔饭去。还得吃饭，惨之极呀、啊！哦，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外边雨夹着雪，刮着风、嗯，我身上穿着塑料的一个背心，嗯，还不如不穿呢。这个夹着一个包，里边装的是晚报，哦、卖报上街卖报纸、哦，挣点零钱养家糊口。哦，顺着街上一走啊，这个风搅雪打的身上跟刀子似的。啊，回头看万家灯火，车水马龙，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存身之所？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身上无衣，腹内无食，还得吆喝着啊，看报纸啊，嗯，看新闻呐、啊。哦，郭德纲又打人了。哎，呵，要打两回了，这就。这不是又打人了？卖新闻就得说瞎话，知道吗？这是瞎话啊！哎呀，卖报纸啊，谁会买我的报纸啊？一步一走啊，嗯，这眼泪在眼圈里边横着，这太难受，太难受了。嗯，谁能买呀？嗯，有打前边过来一个女孩，跟我走一对脸儿，嗯，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。嘿，我认为他买不了我的报纸。怎么呢？你想，报纸上写着今天2月15号，哦，昨天情人节，2月15号走在街上还拿着玫瑰花的人，说明昨天没回家。你呀、啊，嗯，饿死都不多，知道吗？什么时候了还有这心肠？你们这叫观察生活哦，注意观察。又往前走，停下一辆车、嗯、下来四个人，穿西装打领带，梳大背头。哦，先生你好、嗯、我们是为濒危物种募捐的。哦，请您给我们100块钱。哦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、嗯、列位、嗯、在我这儿100块钱就是濒危物种。对呀、啊、有日子没见过了。又往前走，有人扑通摔到我跟前了，哟，把他扶起来一瞧，衣衫褴褛啊，兄弟你怎么了？哎，我是一个农民工。哦，我打工一年了，嗯，老板把钱带走了，我2天没吃饭了，饿，穷人可怜穷人。您还可怜？一听这话我眼泪都下来了。哎，他2天没吃饭了，是要不然我就给他吃吧，真饿死在我的面前，你先，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你先不用，我给他吃哪一边的？行了啊，他也未见得就吃流食。现在什么话？这叫不是？您这是怎么意思？有一种食品叫烤白薯，有啊，有叫山芋的，有叫红薯的，有叫地瓜的啊。是，我知道。哎，烤完了吃，我打家带了2块放在衣服里面了。干嘛该放这儿啊？为了是保温，我想是不是给他一块？哎，你以为呢？你看，我以为土豆呢。啊，多危险啊！就是、嗯，给他吃吗？行行行，这说就完了呗。掏出一块，嗯，真给了，赶紧吃吧。嗯，你给我，你怎么？哎呦，行行行行，别嘚瑟。他吃的，我说找到你们老板的下落了吗？嗯，知道了，我今天一定会见到他。哦，在哪儿啊？嗯，科尔沁草原。嚯，快走，别耽误道。哎，对，赶紧走吧。他走了，嗯、我也饿了。哦，要不然……哎呀，行行行，该吃就吃了。掏出来，刚要吃，身背后来辆摩托车，哦，嘟到我跟前儿，开车的小子一把就给抢走了。啊，车子扬长而去。哟，我都愣了。啊，他到前边掉头又回来了，这干嘛呀？车到我跟前儿，我还以为手机呢。哎，这嗨，我还以为咬着硅胶了呢。这个。
什么意思？您甭打听了，现在都不用硅胶了。是啊，那是用什么了？白鼠。他走了，我眼泪是真下来了。哦，人活在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死了吧？哦，掏出来钢笔准备自杀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钢笔怎么自杀呀？把生命线划断。这嗨，缺德不缺德呀？你这一点儿都不疼，这多新鲜呢！你跟谁玩呢？这是我正在纠结身背后啊，于谦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？因为一边走路一边哼唱着昆曲。哎，我喜欢这个。我们是同学发小，一起长大的好弟兄。嗯，家里有钱，从小听昆曲长大的，有身份。一听那嗓子就是你。怎么呢？大姑娘美了，这个大姑娘浪，大姑娘走，我进了青纱帐。这是昆曲吗？这个，啊？我把脸转过去没敢看你。这干嘛呀？声音停了。嗯，转到我跟前来，于谦看了看我。哦，我一猜就是我父亲。哦，你为什么？你先等。不像话，我管你叫父亲。从小在一个学校玩，啊，小朋友们在一起做游戏。哦，咱们玩什么呀？得，咱们玩这娶媳妇吧。啊，他演这大少爷。最漂亮的女孩呢演新娘子，哦，她是我长得比较寒碜，让我演这个老父亲。哦，她其实本意就是为了糟践人。哦，我糟践谁就管谁叫爸爸呀？有这么糟践人的吗？我说你看错人了。不认。不能。你就是。哎，我认准了。我这才抬头看看你。嗯，悲从中来。难受。你果然是有钱人呐。怎么呢？穿着一身浅白色的蕾丝西装。我这得拆多少裤衩才改一个呀？蕾丝西装，鼻子底下戴着一个半斤左右黄金的环儿。我刚耕完地过来的。有一个眼睛抠了，安了一个南非的粉钻。这不是糟践吗？站在我跟前儿。嗯，我眼花缭乱呢。啊，嗯，儿子你挺好的呀。就别叫这个了，都是外号嘛。啊，这时候你怎么回事你啊？就怕碰见自己人。是。哎呦，眼泪哗哗的把自个儿的经历全说了。哦，我现在没有钱活不了了。是。你听完也很难过啊，眼珠子就下来了。啊啊，眼珠子这是粉钻的。哎，冲下来的这是。啊，赶紧拿起来，噗噗噗，又安上啊。哎，就耗个干净啊。不是没钱吗？嗯，我给你开支票。支票，左手打开支票本，嗯，右手从屁股后面，这是拔出一杆金笔来。我甩甩上面的血。你说的有点恶心。废话，金笔在屁股上插着呀。有钱人的服装有很多的袋子啊，在你这个衣服这个裤子口袋旁边有一个窟窿眼儿。啊，那干嘛？哎，顺着眼儿把这笔插进去。还是插屁股里去了。不是，就是插的衣服。哎，行了，你净想好事。这什么好事儿？这是。哎呀，这俩钱花的。撕了。嗯。支票递给我。嗯。把这笔。又插回去。又插回去了。真方便倒是。啊。我一看这支票。嗯，你没签字。嗯，嗨，嚯，又插回去了，没有日期。行了，我这过瘾呢，是怎么着？我支票上写着200万。哟嚯，我的天哪！啊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就是。你看我呆住了，你以为我嫌少？啊。把这粉钻开来了。嗯，嚯，给了一手钻石一手支票，我都傻了。不敢。你很开心啊。嗯，好，再见啊。哎哎，是是，我在撞墙上。撞不了墙。啊，一只眼净剩原地转圈了。哎，好，走不了直线。打这儿起过上好日子念谁的好？念谁？您啊。我给钱。一跪一见交情乃现。哦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这句话怎么说？还得举个例子。您说。您就不是刚才那个大阔少爷于谦了。那我是。您是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哦啊，
啊，非常了不起。下午四点半从家里出来，嗯，和几个同行一起打麻将牌，哦，玩一玩。哟，这一玩就到了早上的七点四十了，玩了一宿啊，夸推了最后一把牌，你愣，嗯，坏了，怎么了？昨天出来是因为儿子发高烧，啊，我去买药，嗨，我怎么会忘了？这事儿能忘吗？满脸上写满了内疚，那肯定是。赶紧回家，嗯，到家一推门，嗯，媳妇儿抱着孩子，嗯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生气了，这儿，哎哎，关上门，不好意思，站在这儿，满脸写满了内疚，能不内疚？我，你别说话了，嗯，啊。你这心里还有这个家吗？嗯，孩子发高烧72度，我儿子都快能沏茶了。这个，你一宿没回来呀？啊，你说你到底干嘛去了？还有，谁在你脸上写了这么多的内疚？真写一脸内疚啊！这什么人？这是玩牌没带钱啊？人家赢了，这脸上给你写内疚，内疚。嗨，什么主意？弄一脸名人字画回来啊！别提这个。媳妇说了。日子就到这儿了，嗯，这是离婚协议。哟，你看完签个字给我打电话，我带孩子回娘家了，走了，拉着箱子抱着孩子扬长而去。嗨，你都傻了，嗯，说不出话来了，嗯，站在水池子这儿看看自个儿这脸，别看，内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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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洗了吧，先把名人字画洗了吧，早就该这样。洗完了，坐在这儿拿过这离婚协议来，嗯，不错眼珠看了40分钟啊，难受，不认字，废话。不认字看那么长时间，又撂到这儿了啊！困了都不行了，啊，一宿没睡啊，啊，躺下睡觉吧，睡吧。再睁眼，晚上11点了，又睡了一天。坐起来，屋里很昏暗，哦，孩子不在，媳妇儿不在，心里边觉得很压抑。由，哦，打家里出来也没有目的，顺着马路往前就走，闲溜达，溜达有1个钟头，11点多也累了，嗯，坐在马路牙子上坐这儿，嗯，呆呆的看着来往的车辆。掏出一支烟来抽烟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划火柴，我这瘾太大了吧，这瘾，这抽3根就得肺癌了。咽了，太上瘾了，这弄一嘴烟沫子，又掏出一根来还抽，咱别这么一惊一乍的，这怎么了？来了一辆粉色的法拉利，哦，粉色敞篷，哦，就停在你跟前了啊。开车的是一女的，哦，28、9岁，好岁，四个字的评语，嗯，美艳无双，漂亮，看看你，嗯，王先生吗？王先生，别抽了，可以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嗯，什么叫可以是？女的点点头啊，这是这赶紧站起来，嗯，哎呦，好好弄这一身土啊，蹬蹬衣服开门上车，哦，这车走开走了1个钟头，进了一个别墅区，哦，很大的一个独栋别墅的大院子，哎，进来之后院儿都是树，正当中有一独栋的5层楼，5层呢，哎呀，1层这是一个下沉式的游泳池，嘿，这女的在前面走，嗯，她在后边，嗯，你等会儿，我这要取经去是怎么着，我挑着担子呢，这夹着烟卷呢，啊，拿烟卷干嘛，别抽了，进来吧，嗯，进来了，跟着往上走，嗯，5层，呵，1层往层往上走了3层，这儿，嗯，楼梯这儿站着一小女孩，这是4岁上下小孩，特别可爱，长得像个娃娃似的，嗯，妈妈你回来了，哦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叫叔叔，叔叔，叔叔好，哎，好，啊，行了，闺女，回屋吧，啊，回屋吧，啊，叔叔和妈妈上楼上啊，嗯，关上门，那女的前面，她好不好？还这模样，推开卧室，
这卧室跟这屋一边大，这么大卧室，跟这体育馆那么大，呵，正当中摆了一双人床，这是要让我拍片子吧？净想好事，废话，他这么大卧室中间摆一床，他让你拍你就说亚麻得，说这也没用啊，怎么意思啊？就是有钱人嘛，正当中一双人床，啊，就这么远啊，啊，那个角是窗户，哦，旁边挨着洗手间，你打这儿，嗖，我就到那头了，跑过去，你吃了神奇小饼干，嗨，没听说过，到那边看，啊，还推开窗户，哇，下边游泳池嘛，哦，新鲜，他哪见过这个呀？嗯嗯，新鲜啊，这女的站这边，你快洗个澡吧，洗澡。你那嘎着窝都小茴香味儿的什么呀？至于不至于？在车上就闻见了，啊，太味儿。你跟这儿洗，脱衣一丝不挂，哦，光进浴池。嗯，三楼是那小姑娘自个儿的房间。说孩子呢？孩子正玩娃娃，电话响了。哦，接电话，喂，你是谁呀？对过说了，闺女，你还没睡觉呢？啊，我没睡觉呢。爸爸干嘛呢？你妈呢？我妈跟一个叔叔在楼上卧室呢。哎，男的愣半天。闺女，上楼道喊一声去，你就说爸爸回来了，别挂电话啊！哎，电话搁边上，孩子上楼道，爸爸回来了。嗨，你是刚洗完澡？是啊，又打那屋出来，正甩着水呢。哎，我狗啊，是怎么着？甩什么水？甩啊！一听这，哟，你老公回来了。嗯，这女的，不知怎么会回来呢？就说这可怎么好啊？啊，你这哎，没事，瞧我的。啊，下边是那个刚才看那个游泳池，游泳池，瞧我的，怎么了？一抬脚，嗯，踩在窗台上，往外窜，蹭，唰，这是小鹰展翅，干嘛呀？从小就是学校游泳队的队长啊，我会这个，游泳特别好，是，可惜呀，嗯，冬天，不是冬天怎么了？没水呀，干池子呀，踩着窗台往上一窜。这个高度就相当于六层楼，还窜上了，再往下走，嗯，游泳池下沉似的，哎，你算上下就得合八层楼，至于吗？有打上面脑袋冲下，粉粉碎，你是不是特过瘾呢？你想那女的趴着窗户往下看，啊，崩了一脸的血，嚯，崩五层上去了，摔死了 啊！小姑娘回屋拿电话。我说完了，哦，那个叔叔怎么样了？叔叔摔死在游泳池了。那是游泳池啊，咱家哪有游泳池啊？哎呦，对不起，孩子，打错了。嘿，哎，我死得太冤了，这个，这找吧。嗯，从你这堆血肉里边翻出身份证来了。就他没碎啊，一瞧，哦，好，于谦。旁边电话本写着我打电话叫我去，哦，跟警察会合了，料理后事，拿着抚恤金给你父亲送去。你去送信啊？你爸爸97，就是一独生儿子。哎呀，我一进门，哎呦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嗯，老头一个人跟屋正打麻将牌呢。啊，你先去，一个人怎么打麻将牌？连连看。这嗨，太没事儿干了这。哎，老爷子跟您说个事儿，于谦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此摔死了。说吧，这是人家赔那个200块钱。嗯啊，我就值200块钱。老头看看啊，留一张还一张啊？怎么还一张？不能讹人啊，这叫讹人呢。哎，打这儿起，我照顾你父亲。啊，这叫什么呀？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啊，就这么建立起来。真正讲究的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怎么着？您再说说这句。哎，我没法说了，因为你跟我之间不过这个。没有这交情，哎，这到这个程度，那是跟好的一个人一样。那咱们捡一个人，那也只有说今天咱们这主持人了。谁？刚才大伙都看的啊，嗯，四方大脸这主持人，这是我们的师弟，他叫侯震，对，相声前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是侯震，嗯，啊，嗯，待会儿让他上来，咱们再聊啊。嗯，这个事儿可以说侯震跟你之间发生的。那他跟我好，因为他们两个人第一是发小，嗯，从小长起来；第二是亲师兄弟。对了，俩人有这个交情，嗯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，可以说是于谦和侯震之间的故事。拿他举例子，再拿你换一个身份。我是什么？不是说相声的了，我是做生意的于谦大老板。大老板，我买卖。你签了一单生意，
哦，是美国人的一个生意。什么生意呢？多少人去都没签下来，你到那儿就签下来了。咱人缘好，这个买卖可不小。您说说，东海岸到西海岸之间挖一道隧道。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挖隧道这活让我给接下来，你到那儿就签下来了，这太荣幸了。这个啊哈，签完之后啊，嗯，你跟你父亲爷俩扛着铁锹走。这东海岸到西海岸，我们爷俩打算拿铁锹挖过去，一个在东海岸，一个在西海岸，对头，爷俩对头挖啊。美国人说了，嗯，只要爷俩一碰面啊，就按一条隧道结账。是啊，结果没碰面。你看看，美国人按两条隧道结的账。我们爷俩都挖通了两条，过去了。那是美国人太讲义气了。嗯，给完钱爷俩了不得了啊，当间一匹。哦，这是你的，那是你父亲的，分了。你父亲就了不了啊。哎呦，有这么些钱。是，老头很开心。对，晚上跟马路边坐着抽烟，嗯，来辆粉色的法拉利。嗯，王先生吗？你爸爸说可以。是，行了，你这女的贼上我们家了是怎么着啊？就说这个意思吧。说我，你爸爸怎么着咱不管啊，于谦儿就了不得了。我呢就剩吃喝玩乐了啊，就花钱吧，花钱造呗啊。可是老这么花钱就没意思了。是，有一天突然想起来了。嗯，哎呀，我到现在还没个媳妇儿呢，我没结婚，这么些个钱我得找个媳妇儿啊。对呀，啊，那得找好的了。是啊，闻听人言在温哥华有一个世界选美大赛。温哥华，您坐车就去了。去，你也不认识啊。到了温哥华就听汽车里说话，说温哥华到了，嗯，有下车的请出示车月票。公交车通温哥华吗？这个就好比说到了吧，啊，就到了就完了。当地有一个体育场啊，这么大，哦，跟我那卧室一边大。前面搭一台，好，底下都是沙发座，沙发一排一排，越有钱越往前面坐。那是你坐第一排正当中那个座。我这个座叫你这是 VIP 中 P。 呵，我怎么那么臭啊？这座全世界各地的富商都来了，集中排排坐。哦，你正当中坐好了，掏出一根烟来。哎，我还抽呢。哎，打这儿开始 啊，一波一波往台上上美女。哦，这展示上来之后穿得很漂亮，画得很漂亮。那是才艺展示吧。哦，才艺。这个往这儿一站，哦，啊，刘大哥讲话离太也偏，河南的。哎，这又下去了。嗯，又上了一个二八佳人啊，巧梳妆啊，东北的。又上了一个巧儿我自幼儿啊，河北。这上温哥华干嘛去？这个保定就干了这点事儿。就在保定没有这么大的园子。嗨，就说这事儿就完了。简短结束，一个一个过美女啊，你跟着看着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看不上。你万没想到有人看上你了。谁呀？就在二楼这儿有一包厢啊，包厢里边坐着一帮人，可不是一般人。他们是？这是一个有名有身份的人。谁呀？啊，这是一个公主。哦，来自非洲的阿依土鳖公主。不过也不在墙缝里待着了啊。公主坐正当中，嗯，两边宫和才女太监随从吧，啊，都站好围着公主。那是公主看来看去就看见你了。哦，是啊。哎，伸手一指你，问旁边的工作人员，他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乱七八糟，这公主什么味儿啊？这是啊，刚学普通话吗？哎，太监旁边人说，嗯，殿下，啊，那个这是来自中国的大企业家有钱人，叫于谦。是是。公主点点头，嗯，又一指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就没听懂压根儿。哎，说这句话，啊，简短截说是爱上了你了哟啊，找人一说和，嗯，这个亲事就成了。哎，公主为了你抛开了一切，随你到北京结婚过日子。真豁得出去。你也对得起公主啊。我呢在前门那儿，啊，租了一间平房，嗯，两个人要开始幸福的生活。我这太差劲了吧。我这怎么呢？跟人租一间平房。对呀，你是这么想的啊？你不知道公主到底怎么样，你想跟她好好的谈一谈，处一处。哦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再给她买大房子。先尝试一下。这个鸡贼的心态啊！哦，嗯，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附近啊，租了一间平房。哎，这个平房十平米，十平米啊，太小了。哎，屋里边有一个十平米的床，那就是地面高出一块来这个。啊，
亲友们都来祝贺，喝完了酒，亲朋好友都走了，嗯，两口子把鞋拖在院里上炕睡觉。哎，对，屋里连鞋都搁不下了啊！刚关上门，列位怎么样？侯爷来了。哦，侯震来了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侯震对最好的朋友到了，我们有交情。啪啪啪一砸门，嗯，香花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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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口头语。侯爷嘴碎啊，是啊，把门打开。结婚你不告诉我，没通知。公主乐了，一指侯爷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他就会这么一句。公主那家教是保定的，嗯，就这味儿。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别说了，你赶紧介绍，咱们自己人，他跟我是一样的。对，公主点头，嗯，上炕关灯睡觉。没听说过，一样的也不能上炕。哎，好就好在这儿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哦，就说的是这侯爷把鞋拖到院里上炕，仨人关上门关上灯，啊，睡觉。这你脸冲这边墙，公主脸冲这边墙，侯爷躺正当中。对，呵，太别扭，他搁中间。侯爷说了，谁也不许胡想啊！谁要是胡思乱想，天打五雷轰碎了你。这是甭轰碎了我呀！啊，这一晃就睡了仨多月，仨月。这天侯爷起床跟你商量啊，老这样可不是常事，真是。你找房搬家吧。啊。啊，把我轰出去了，你给我找间房，我搬家，这就对了。就在院子里边又租了一间平房。哦，哥俩好要求对门住着。是是。哎呦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哎，到后来公主给你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哦，虽然是两家人，但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一样。好啊，家里有什么事都是侯爷帮着你一起归置，有交情。有一次你出门演出去了，啊，走了一个多月，嗯，突然间回来，一回来在大门口看见儿子了。啊，儿子坐在门口哆嗦成一个了，又哭又闹，显着很害怕的样子。我得问问你，不知出什么事了。是，赶紧到家里推开门一瞧，嗯，公主躺在床上一丝不挂。哎呀，浑身直哆嗦。啊，你这汗都下来了。那是，这是得了疾病了。啊，这可不行，赶快送医院。哦，打开大衣柜，嗯，发现了侯爷。哎，他在柜里。侯爷也一丝不挂。这个，于谦当时就急了。当然，姓侯的。嗯。你这样做太不对了，真是，我拿你当朋友，你拿我当什么了啊？你嫂子犯心脏病，你不送她上医院，还躲在这儿吓唬我儿子玩，这是这事儿。